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啊，咱这礼拜搁要续接顶礼拜来看罗德的故事，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你透过圣经中间的人物，因的生命故事，帮助阮更加明白你的心意。主啊，阮即时恳求你拍开阮属灵的目睭，会当明白你话语中间的奥秘，也排除所有阻碍阮领受你稳定的因素，予阮专一的心智来听你的话，也照安尼去行。透过安尼来荣光你的圣名，也予阮领受祝福。阮来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顶礼拜有讲到啊，拿俄米甲罗德这对大家新妇吼，因性命迄个真济的苦难甲困苦。咱有讲到吼，因为命运的创治，互因剩一家两代三个寡妇。后来，因回去甲因的故乡吼，就是拿俄米甲罗德啊，这对寡妇。因回去到故乡了，因马上就面临着因生活顶面的困难，生活顶面的问题。咱来理解伫当时阵迄个社会中间，两个无依无靠的富人人吼，伫当时差不多无法度家己生存啊。除了做乞丐以外吼，就无其他的方式。啊，所以因是陷入一个真大真大的痛苦。但是这个时阵哦，咱看记着，圣经中间讲，咱若看第二章的所在吼，伊讲拿俄米有一个亲族，名叫波阿斯，佮有钱佮有地位，是伊丈夫伊利米勒的亲族。咱若看了这句了，就发现因的迄个困苦的命运吼，佮像点着一点点啊欲望啊吼，因为咱顶礼拜有讲过。以色列中间有一个律法叫利未拉特婚姻的律法，就是记载伫《申命记》二十五章的第五十到第十节。咱顶回有解说这个婚姻的律法吼，这律法的规定吼，伊基本的核心就是讲，亲族必须要负起吼，亲人中间无囝儿的寡妇的照顾的责任嘛。所以咱看记着。是伊丈夫伊利米勒的亲族，咱就知影讲啊，因有淡薄欲望。那这个亲族愿意负责任，因就会当受到照顾。所以利米拉特律法就是为着这个因果来设立的。啊，咱顶回有看到第一章的最后哈，是记载罗德甲伊的大家拿俄米哈，都应该犹太的伯利恒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拄啊是收割。大麦的时期，啊，伫加南地吼，大麦的收割大概是四月份到五月份的这个中间，啊，因要收割这个大麦需要真侪的人力，啊，因用的方式是安尼，查甫人伫头前吼，用迄个镰刀吼挂断这个麦啊，啊，然后妇人人吼，就对这个后壁面吼，将这个麦啊吼一捆一捆来绑起来，啊，当然这個过程中间吼。都有真侪即个麦啊，会落伫涂骹。啊，即个时阵吼，咱来说明的，就是讲，啊，即个路顶吼，有一天，伊就对拿俄米讲吼，讲，予我到田里去捡别人落落来的麦穗，我一定会拄到一个肯好好款待我的人。所以拿俄米就鼓励伊去。啊，伫遮牧师要大家说明吼，这其实是甲一些人的一个真重要的律法。有关系哈，这律法是记伫这利未记的十九章，啊，利未记的十九章，诶，第九十到第十节，哈，就是伊的律法规定讲，当你收割的时阵，哈，袂当挂这个田园四周围的这些作物，哈，也袂当回头去捡落伫涂骹的这麦啊，因为这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讲，这个四周围的这些麦啊，啊，甲落伫涂骹这些麦啊，是要留予宋乡人，啊，甲外地人。咱这外地人伊无田园会当种植，无法度收成。
啊，孤儿甲寡妇，即个送养人，伊家己无法度，无迄个能力通种植。啊，但是一个社会中间吼，袂当永远有人枵死。所以，那即个庄稼中间，即、這个社会内底有人枵死，是即个民族的建设的代志。所以，如法规定讲，一定要将即个的物件留落来，或者送养人，即个孤苦无依的人，会当得到帮助。啊，所以即个咱看到罗德就在伊个大家讲，讲我要去捡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落伫涂骹的麦啊，吼。啊，但是咱要注意吼，伊对伊个大家所讲的讲，我一定会拄到一个肯好好款待我的人。即、這个对话中间，咱就当了解啊。虽然律法是安尼规定啊，但是当时阵吼，有一挂人无咧照即个律法安尼行。不一定好款待这出外人，不一定好款待这孤儿寡妇。但是路德伊讲，我相信我一定去拄到一个好好款待我的人。结果伊去捡袂遂的这块田园，拄啊是婆阿叔的，是因的亲族的。啊，这真正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吼，啊，咱呐继续去看第三章，咱来看这这故事继续发展落去。吼，咱发现婆阿叔吼是一个异人。伊确实有愿意负责任去照顾这罗德，哈啊！而且伫真纳尔米吼，伊真用心的安排下面吼，伊明白讲啊，照顾罗德甲纳尔米，这是伊做亲族的一个真重要的责任。但是这个时阵吼，拄到一个头疼的问题，就是按照律法吼，爱至亲的迄人，才会当啊接受这个。利比拉特如幻，啊！但是普阿斯唔是迄个上界亲的人，拜离普阿斯头前，阁有另外一位。啊，接续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故事，因为普阿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伊就去到城门口，公众集合的所在。啊，一般来讲哦，城门口公众集合的所在，这是小可有类似咱今仔日的地方法院啊，哈。因为古早时代，伫这城门口哈。是长老公开审断案件、解决百姓纠纷的一个所在。圣经中间讲，普阿斯坐伫迄个所在，无偌久了吼，伊所讲，伊摕到迄个伊利米勒的至亲的吼，拄好对迄个头前经过，啊，所以伊就请十个长老坐伫遐，好来处理啊，拿尔米以及个因处理。这个财产的问题，啊，普阿斯就问这个至亲的人讲吼，啊，纳尔米对摩阿回来吼，啊，这件代志你真清楚吼，伊要卖咱亲族伊利比勒迄块地吼，如果你若要买回吼，你得爱当着在座的长老面头前买，啊，如果你若无爱，你就讲个清楚，你放弃，安尼我就买这块地吼，因为你有优先权，啊，然后较轮到我。啊！迄人听到讲要买产业吼，伊就真有兴趣。伊讲啊，我安尼我要买吼，因为吼，咱知影产园吼，就代表财产。你若有产园，你得当生产，啊，都有利益吼，通好收入。所以伊回答讲啊，我要买回。然后咱看见着，普阿斯就对迄个至亲讲：如果你若要往那边买迄块地吼，安尼你有另外一个责任，就是你要带迄个。摩亚的寡妇罗德，安尼，迄块地才会当保留伫已经死去的人的名的。这是咱顶礼拜所讲的，迄利比拉特律法。意思就讲，你若要买迄块地，你就爱去娶罗德，然后生落来大囝爱继承迄块地。啊，这個、人算盘达达个，感觉讲安尼袂好啦。所以伊就对普阿斯讲。我安尼，我检查，我若买这块地，嘛袂当，我囡仔嘛袂当继承，所以伊讲伊要放弃。咱顶回讲过哈，根据《申命记》25章的记载哈，其实这个时阵，若罗德在场的话哈，伊爱当这个正长老的面头前哈，将这个人无要负责任、无要尽责任的这个人的至亲的这个鞋啊，来脱落来，然后伫伊的面吼，配嘴暖。表示讲，这种的人吼，伊无愿意尽至亲的义务，是真见效的代志吼。啊，但是咱今日所读的经文讲，啊，
因为为着要卖这块地吼，伊爱将伊鞋啊脱来交予婆阿叔吼，可能是因为路德无在场的缘故吼，啊，所以迄人放弃这个管理吼，啊，所以婆阿叔就照伊进前甲路德所约束的，就买这块地，而且带路德做母吼。咱若注意来看这段经文吼，伫第十节后半段讲。婆阿叔讲，安尼所有的产业会当保留伫已经过往的人的名下，而且伊的家族的名会当继续存留伫本乡甲本族中间。咱就知影讲，其实婆阿叔真正是一个义人啊，伊毋是要贪这块地，吼，伊是要遵守这款的律法来保护罗德，吼，因这家人，吼，伊里边的这个家庭、这个家族的财产会当继续。延续落去，吼！啊，咱看起着吼，咱顶礼拜所讲这个真悲惨的家庭，吼，这个时阵因为伯阿叔这款的作为，吼，佮加上上帝大大祝福予这个家族，咱看起着因完全转变啦，吼！所以圣经中间讲，伯阿叔娶罗德了，上主祝福罗德，吼，伊就怀孕生一个囝，城内底的富人人，吼，拢对纳尔米讲吼，讲爱俄罗上帝吼，因为伊今仔日予你一个至亲来照顾你，甚至伊俄罗安那，伊讲你这新妇疼你，伊为你所做比七个囝所做搁较济，所以这个囡仔当带予因这家族真大真大的幸福，也当安享晚年。啊，所以咱看见着这个故事的转变吼，其实有一个真重要要件，就是咱顶礼拜所讲迄个。真的疼，带予这个家庭完完全全的改变。所以，咱顶礼拜已经有学习真爱的三种性质。咱今仔日要继续来看这段经文所带予咱的信息。好，咱来看真的爱的第四个性质，就是真的疼哈，伊是爱承担责任啦。哈，所以咱来真实明白哈，咱若咧讲疼哈，其实。讲听的过程中间，就是表示咱来承担迄个责任。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中间吼，其实婆阿叔甲另外一个至亲，因两个人拢有能力好款待纳尔米甲罗德，但是迄个至亲无愿意，而婆阿叔所选择要承担这个责任。这互咱明白吼，若有真的疼吼，就明白讲真的疼是附带有责任的。咱想想，即马现代人真爱讲，我爱你，我疼你，吼。其实咱来明白讲，咱咧讲即句话的过程中间，就表示讲咱对对方有责任嘛。比如讲，哦，咱顶礼拜有用迄个婚姻的誓约来说明，吼。我今日袂记起啦，吼，所以我今日即礼拜再讲一遍，吼。所以你来记好掉，吼。伫婚姻的誓约中间，吼。通常牧师拢会问新郎甲新娘这段话，吼，除了顶礼拜咱我讲的迄段话以外，有来问这段话。我会讲，伫上帝面前，吼，你够愿意娶，吼，对方做你的某，还是讲嫁对方做你的丈夫，吼，对今时一直到永远，吼，请大家注意下面这段，吼，无论顺境也是逆境，富裕也是丧乡，健康也是破病。快乐也是要求，你靠要永远爱伊，珍惜伊，对伊忠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时阵新郎甲新娘拢讲：“我愿意，对无？”我愿意是代表讲，爱听好清楚呢。就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哦，无论富裕还是丧乡哦，无论健康也是破病哦，无论快乐也是要求，拢爱接受这个约束。因为这个婚姻的誓约是有责任的，你袂当讲哦，当伊顺境的时阵，啊两个人做伙快乐，啊一旦拄到困境，啊就互相过家己的哦，就分开。唔是讲健康的时阵，两个人会当互相啊做伙欢喜，啊一旦有一方面破病，啊咱就来弃杀，无要来照顾。唔是安尼哦，是咱面对人生任何状况。无论是欢喜也是失志，
真的疼是爱互相负担责任，这才是真的疼。这是咧讲夫妻。啊，咱若讲家庭内底嘛是相共，爸母对囡仔嘛是有责任嘛。吼、哦，咱后礼拜就会讲到撒母尼的故事，吼、哦，甲伊利的家族，吼、哦，这两个无共款的家族，吼、哦，因为教养的无共款，因为责任的无共款，所以造成两个无共款的人人格发展。吼、哦，咱后礼拜分享。你老爸老母，你若疼你的囡仔，你就知影讲你对囡仔有责任。你除了养饲伊身体大汉以外，你爱帮助伊行伫正确的道路顶面，因为这是你的责任。你有疼伊。啊，即摆有真侪爸母无负责任，吼，生囝未晓生囝，未晓饲囝，吼，未晓养育囝，这是咱来去做一个反省的，吼。咱请咱的。爱的基金有一句话安尼讲，讲疼就是伫需要的所在看见家己的责任嘛。所以疼真正的疼是有责任的，爱承担责任嘛。吼，咱对经文中间看见，这两个人因为因无同款的决定，命运无同款。迄、那个至亲呢，因一家人永远去用笑，讲这是烫鞋仔的家。另外一个婆阿叔。确实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，哦，所以真的疼是爱承担责任的，这特别对咱今仔日所有的人来讲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。第五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讲，咱知影吼，咱人可能有一寡疼，但是咱人的疼总是有限呐。你要靠咱人有限的疼，有限制的疼。去永远三疼，那是真困难的。所以咱来理解的讲，真的疼是对上帝遐来的。咱对上帝遐去得到真的疼，然后去分享上帝的疼，咱才会当维持咱中间真水的迄个关系。牧师要对几个方面来带大家做伙来看哈。第一项就是讲，咱对路德记的记载中间哈，咱看记着。上帝如何来得充满了疼？哈，咱咧看圣经中间上帝和以色列人的如何哈，咱唔通看伊的表面尔尔，咱来看伊背后蕴藏的真重要意义。不论咱顶礼拜所讲的利未拉帖婚姻如何，还是咱今日所讲的，哦，你修行的准备当中，残边的这个麦啊，哈，用来收了，哈，啊，落地涂骹，咱袂当来收了，哈，这其实哈。这拢是温总上帝对迄个弱势者的疼。上帝为什么要定这律法？就是因为要照顾弱势者的生存。这律法内底充满了上帝的怜悯。所以咱看记着吼，新约中间，当经学教授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吼，三位是上界重要的诫命。咱看耶稣安怎回答？耶稣讲。诫命上界重要的，吼，多这两点，这两项。第一项就是爱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疼主你的上帝。第二项就是爱疼别人，亲像家己。所以耶稣将这个诫命，吼，旧约的诫命，来综合起来，就是疼上帝、疼人。所以律法的核心，就是真实的疼。咱伫圣经中间看到上帝的律法吼，咱来看，唔通看表面的意义尔，咱来看伊背后蕴藏迄意涵，就是爱疼上帝、疼人。吼，第二项，咱来看，伫路德记的经文中间吼，规个故事中间，咱看见着上帝作为是充满疼。吼，咱看见着上帝的作为甲带领，咱看见着伊怜悯困苦的寡妇。路德跟拿俄米，伊虽然因的命运是真苦痛，但是上帝就伫因的苦困苦中间，甲因同在，替因开路，最后互因脱离困境。咱若看一个例就好吼，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第四章的第一节吼，咱拄则所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，伊是翻译做无偌久啦吼，就讲，婆阿叔坐伫迄个城门口。无偌久了，迄个至亲拄啊经过因的头前，啊，其实你若看和合本的圣经吼，伊是翻译做恰巧，就讲拄拄啊好，
多伊坐伫城门口迄个时阵，迄、那个至亲拄拄啊行过伊门啊头前，吼、哦、啊，其实翻译做恰巧吼、哦，是比较较正确，也接近原本的意思。拄拄啊好是代表呐，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上帝就是伫背后咧看顾这个困苦的家庭，当因孤苦无依偎的时阵，上帝伸出伊奇妙的手咧帮助这两个寡妇。咱看见整个故事其实拢有这款的暗示啦。吼，咱看见着，那米当伊故乡别离行的时阵，拄拄啊好是收割代麦的时机。吼，咱看见着罗德要去。啊！这个田园内底捡麦芽的时阵，一去就拄拄啊好去到波阿叔的田园，啊，搁拄到波阿叔拄拄啊好是伊丈夫家族的至亲，这一切的拄拄啊好，拢是代表呐，拢伫上帝美好的计划下面。上帝看顾困苦的人，上帝的作为是充满疼，拢是伊美好的安排。亲爱兄弟姐妹，其实吼，咱也好好来想吼。咱有时阵吼，咱拄到苦难的时阵，咱拢想讲啊，上帝才让我拄到这么多艰苦。其实咱呐，好好来想啦，对咱过去到现在，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作为吼，是充满了真实的疼。咱爱好好去理解，好好去体会，因为上帝一路发充满疼。因为上帝的作为充满疼，所以咱做上帝儿女的吼，咱爱有疼。吼，咱既然称作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，咱就爱拥有上帝的疼。所以圣经安尼来讲，吼，伫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讲：亲爱的朋友啊，咱爱彼此相疼，因为疼是对上帝来，迄、那个有疼是上帝的儿女，也认捌上帝。意思讲吼，咱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有一个记号啦。这记号是什么？就是对上帝遐来的疼。咱来借着分享这款的疼啊，特别是伫教会生活、伫团结生活、伫小组的生活中间。然后离开教会了，咱搁进入咱日常生活哈，伫咱的家庭生活、伫咱工作的场合中间，咱拢爱表现迄种咱对上帝所领受的疼。也因为安尼去见证，咱就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。最后一点，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咱对整个罗德记的故事，咱去看见着，真个疼的宝贵的所在，伊会当改变，伊会当翻转一个人的生命。咱看见着摩押的妇人人罗德，伊原本的是受人忽略、受人歧视。的外邦人，而且妇人人，但是因为真的疼，伊的生命整个被更新翻转。咱来注意罗德记的落尾哈，这是上界重要的所在哈。这段经文哈是罗德记的一个重点哈。伊安尼讲，讲波阿叔娶了罗德，上主祝福予伊，伊就怀孕生一个囝哈。厝边的妇人人，把这个囝号名叫做。俄比德是亚瑟的老爸，亚瑟就是大比王的父亲。咱看记得，在上帝奇妙的计算和稳定中间，罗德这个外邦人，他成为以色列上界伟大的国王大比的祖先。一个人所看不起、所忽略的外邦的女子。因为上帝的拣选和恩待，伊成做大卫王的老爸。甚至咱来去看马太福音书，耶稣基督的家谱中间，咱看见了罗德这个妇人啊，伊成做主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。咱顶回有讲到哈，咱拄则咧讲，如何充满了上帝的疼。可能有人来邀伊讲，阿牧师啊，你顶回咪讲，律法中间是禁止摩押甲阿文袂当进入上帝的圣会嘛？但是咱伫遮看见着，上帝听破拄只，上帝拣选这个以色列人上界歧视的
摩押人的妇人人，真多因上界伟大的国王的祖先，真多主耶稣基督族谱内底的一员，听是何等的奇妙！这个故事咧对咱讲，因为大家心腹中间的疼，因为亲族中间的疼，因为上帝的疼，翻转了一个人的生命，也影响一个国家，甚至影响整个以色列甲人类的历史。亲爱的姊妹，对安尼咱也当去思考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疼的一个宝贝。上帝今天的竞选路德使用伊真多伊的器具，伊嘛竞选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只要咱愿意，互主来使用，愿意变空咱家己，真多谦卑的器具，互主来使用。伫上帝丰盛的厅内底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真多别人真大真大的祝福。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咱。今仔咱若看周报，咱知今仔是总会所定的性别公义的纪念主日。这个主日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帮助咱破除咱过去因为性别所带来的歧视、所带来的偏见。咱看见到今仔日的圣经，拄拄啊对咱讲，因为听。这些偏见消息，上帝使用每一个平凡的人来成做祝福别人的器具。愿上帝使用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，也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遍激励阮。主，阮愿意成做你所使用的器具。使用我的性命来延续你的性命，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们。